年轻人，告诉我最强的拳是什么拳？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来，就是最强的拳。哎呦，打得蛮好看的，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石头会打人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对手是会动的人哦。说得很有道理，为什么不跟我打？那最强的防守又是什么？是进攻。与其尽力的防守，不如全力的进攻，在最短的时间击倒对手。哦，这么说你们霍家拳跟唐手一样，是制刚的拳法。你到底懂不懂拳法？刚缺柔是浪费力气，柔缺刚是攻而不克，缺一不可。老师傅，你怎么教徒弟的？格斗是最忌心浮气躁，一定要气定神闲。你师父应该教过你这些基本道理。我师父没那么多废话，你到底打不打？马队，我老人家先要热身啊。你眼睛没事吧？没问题，我不会占你便宜的。
些人有这样的功夫，很难得。老人家有这样的体力，也很难得。你不要客气了。中国人有句俗话，拳怕少壮，是至理名言。传一先生，你先穿上。啊，你要好好记住。可是我还是输了。我刚刚用的是你的拳法。中国人的武功是强调个人的修为，而不注重实战。你今天有这样的表现，可以说是一种突破。晋级的目标是讲求击倒对方。你完全错了，年轻人，我告诉你，要击倒对方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枪。练武的目标是要将人的体能推到最高极限，如果你想达到这种境界，就必须要了解宇宙苍生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你不是要决斗吗？不用比了，我们已经决斗过了，是个平手。但是我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，在日本比我武功高的人还有很多。传月先生，你不是日本第一高手吗？传月先生的武功第一是他的武功修为，而不是他的杀人伎俩。哼，霍元甲，我输了。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徒弟。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。年轻人，好好保重啊。